一个去逃婚还不够，两个都去逃婚，汪可可，我跟你说，就是，汪可可，你说我妈办那么一大场婚礼容易吗？你倒好，跑了，这算什么呀？对呀，这算什么呀？我妈她为了我们把婚礼办好，跑了多少次酒店啊？啊，这腿都快跑断了，她有说一声累吗？是不是没有？现在脚还疼呢。就是。 就光我这个新郎告白，他就改了八稿。儿子不止啊！妈，你别说话。哦，还有，你竟然说我妈是西太后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？你别忘了，你是我妈的儿媳妇儿，你竟然敢翻我妈西太后的天！哎，老王，你别生气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老王，你别激动，老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 说真疯了，我看你才疯了呢，李小俊，我昨看错了你了。爸，哎，你怎么打我老公了？不是，他，好你个王金国，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！我儿子长这么大，我都从来没有动过他一个手指头，你敢打我儿子！我今天就打了，怎么着吧？谁让李小俊瞒着房子欺骗我女儿的？我跟你拼了，我。哎，